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欢迎支持大家好。咱今仔日咱这位贵宾啊，张淑美啊，这个张小姐啊，水甲安尼少年的查某囡仔一样的哦。啊，咱啊，伫我迄天伫沙鹿这个坚持阿扁总统的签书会内底吼，伊伫个台顶安尼讲几句啊话尔呢，我目屎都流落来，你敢知？吼、哦，我安尼佩服甲讲哇！这不得了呢！咱这个台湾的母亲，正港的台湾的母亲呐、啊，啊，咱这个淑美小姐，伊刚讲伊头一遍也麦古伫台顶讲话哦，啊，今仔是头一遍啊，坐迄落诶，互人采访就对啦吼、哦。咱先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先请安问候这个、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吼、哦，因为我是一个真传统的家庭主妇、啊，今日吼、哦、有主持人吼、哦，这大姐吼、哦。邀请我来讲几句话，吼、哦。系啊，啊你安尼唔免遐细腻哦，你都足自然的讲。咱海内外乡亲，尤其咱若讲台语的时阵，都有迄个灵魂，有迄个感情安尼哦。哦，无同款啦，唔是迄个根基音的吼、哦。你唔免烦恼讲啊，我会咬字不清，这拢无这咯。你会当足轻松的安尼，咱就去开讲安尼。哦，就是我甲拄只相会安尼开讲的方式安尼啦吼。安尼迄就是讲啊，咱的这个。拄只访问迄位叫詹祥威呢，就是这个淑美妈妈生啦吼，吼那也真搞，伊头一个，伊是老大，嘿，老大嘛哈，小儿子，吼安尼，啊两个拢差不多岁嘛吼，差四岁，哦啊你就干那生这两个后生，生这两个吼都不希望，哈哈哈，我哎，做妈妈拢嘛足辛苦的呀、啊，对，系啊系啊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即下咱就讲着讲啊，啊，你嘛是安尼，这个家庭内底拄只祥伟有讲啊，讲因为我有一个足好的妈妈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有一个足好的爸爸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足好的家庭，啊，养成我安尼吼，为细汉就安尼吼，佮、哦、台湾吼、哦、有关系安尼吼，产生这个台湾的关系安尼。啊，我若要甲你请教讲，你拢安怎教育祥伟？莫讲教育啦，因为吼、哦，讲实在啦吼、哦，你。有讲过啦，讲啊，你的学问也毋是真白，其实拢同款啦吼。伫、虽然我是一个，我的故乡就是咧大稻埕、真侪人讲大稻埕吼，啊拢好个人啊。啊，其实我甲你讲，真侪吼，你若去记载，真侪迄落大稻埕做生意人吼，基本上囡仔拢无啥咧读册。为什么我讲互你听吼、做生意你就毋免读册。你就学做生意，啊，就能赚足侪钱。嘿，对，啊，查某囡仔咧，因为吼，迄当阵啊，纺织啊，生意都拢咧崛起。嘿，啊，是大人就甲阮讲，啊，你著去边仔迄做女工，安尼赚钱就对啊啦。啊哈。吼，所以拢迄个经验，哎，当然我反倒转来，我感觉吼，会真侪，庄稼人，庄稼囡仔，伊惊做田。老爸是大人做田做甲真艰苦，所以伊就叫囡仔讲，恁较认真读册，莫阁种田。相对的，就是我这样子探讨，就是问起来，大部分拢是这个情形。啊，因为阮倒是善食到有村哦，人讲家徒四壁，阮连墙壁都无哦，啊，所以讲我是无册好读，我足爱读的，无册好读安尼，所以讲我家己硕硕啊，三年级就国小毕业啊，吼，嘿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你着学做生理嘛，啊，这个人讲生理囝学生呢。实在做生意是大人在做，啊那因为阮家己有感染着做生意的方法啦吼，那么。其实，阮较早细汉拢是咧田里长，啊，其实细汉囡仔吼，伊咧做工，伊无干嘛咧做工，干那咧佚佗啦。对。啊，即、這个做生意的启发吼，互我感觉讲做人的道理，就是咧做生意的方法去启发。吼、譬如讲吼，我印象中，我当然我有当时啊有一挂话是透过我的爸爸哦咧口述甲阮讲较早吼。阮是大稻埕的大族啊。啊，当年在阮阿公阿祖，尤其是阮阿祖啦，阮阿伊拢做日本的保证。吼，做过保证啊！阮迄当阵啊，吼，伫做生意的中间咧，做人讲米家、布鸭场、布鸭，迄拢爱伫日本时代，国家阿袂甲国民时代，迄当阵啊，拢爱有牌。吼啊，
全台湾就是敢那，阮啊甲台南有牌那尔。哦。你想看嘛？迄当阵啊，阮外方讲就好。但是呢，我安尼看起来吼，生意会当学做人，就是讲，较早人咧算上米嗲米，根本真侪人伊是无读册。嘿。伊无读册，中间因有哈多去记载。对。所有的客户，啊，这个人伊要伊要偌济米，伊拢用嘴，甲用这头壳，甲用心肝。嗯。你搞定几个米，几斗米，吼，还是几斤米，到时你搞结算，伊袂去甲你。虽然无客户输，但是伊袂去甲你花。伊拢相信你就对啦，互相信任。人甲人中间，迄个信任吼，互相的信任吼，迄实在真珍贵啦。是是。啊，我安尼开始。然后两句人讲，商人拢奸商，迄未必然啦。对啊。迄是中国人来了，到底讲无商不奸呐？哦，系啊。其实第一大条件，咱台湾人做生意拢嘛安尼老老实实安尼，一斤就一斤，一两就一两。看是大人咧做生意，我甲你讲吼，嗯，拢会有一种感动的画面啦，就是讲，我刚刚这个故事嘛，捌听阿扁啊总统伊咧描述着讲，伊的家庭真善恰，啊，伊的壁内底拢记录讲，伊欠人偌济钱，到共写偌济米安尼。其实较早吼，阮嘛是，阮阿公迄辈嘛是拢加减往写米。啊，到啊到过年，有个人迄一摆吼，伊是毋是用迄证啊吼？啊，你写几斤啊？一斤、两斤安尼吼？我讲互你听，较早的人较有廉耻心、见孝心。伊行过这个店面吼，伊无来害钱呐。见笑干怎啊？离过去，啊，你着甲见笑。啊，其实迄当阵啊，伊无害，并毋是讲伊来赖账，伊无害，完全是真正善恰。嗯，即卖人却毋是安尼。嗯嗯，对。啊，所以我伫咧按即个是大人啊，长辈伫咧做生意吼，是要讲咱安怎教囝。对。啊，我教囝吼，讲实在吼，无啥撇步，因为吼，我教囝，我从细汉吼，我真严格。啊，等后甲伊读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我拢甲伊做朋友。我甲伊做朋友，所以我定来，阮囝定来甲我讲。有当时啊，阮两个来冤家，伊就甲你讲，我讲啊，妈妈安怎吼？伊讲吼，一直以来，伊在心目中吼，伊并无甲我当作妈妈。伊从来毋捌讲我是妈妈。有你倾诉的对象。我甲伊爷姐姐。啊，对啊。真侪人讲啊，你来，真侪人欣赏我哦，甲包括。最近一挂教授甲我开讲，才甲我讲，阮欣赏你欣赏到，到囝讲甲老母甲老爸安尼，八条条拢才好。其实吼，我讲互你听，我定来共讲，我甲迄个教授讲，我讲你唔通忘记的，我甲我半世人的时间，我拢伫咧啥物，成就我的家庭，成就我的囝。你是甲你的时间成就你家己。嘿，对对对。有人成就伊的事业嘛，哈，啊伊的理想嘛，嘿，啊，拢去，拢迄落疏忽了这个家庭啊，哈，红婿某囝安尼，嘿，对。啊，所以我有当时啊，吼，因两个互我烦恼。嗯。恁两个要行的路，我拢知影，但是毕竟我会烦恼，我烦恼了，我就讲，甲阮囝讲吼，你敢知影妈妈吼？啊！二十天我也生日，到即阵为止，我一世人的吼，哎，我本来一朵花啦，啊吼，到即马行到遮来啊，阮细汉囝讲妈妈，你即马嘛是一朵花，对啊，对啊，一朵乌玫瑰，意思是啥物讲？啊，就是咱去的花嘛。无啦，人迄乌玫瑰一朵吼，迄落当季的时阵啊，迄个情人节的时阵，一朵讲包装水水讲500块呢。乌色的，迄个敢若绒啊布迄啊，啊毋过真的哦，迄真的乌玫瑰，所以讲。妈妈足高贵，其实我是安尼啦。当然，无一定讲我教育方法对大家拢适合，嘛无一定讲我教育方法是对的。但是我安那教育囡仔，我认为吼，我定啊到即马为止，咱卖即卖人现代人讲啊时代无同，我认为讲你时代搁较无同，你嘛爱食、爱穿、爱戴，对，道德你嘛爱守。是啊，时代无同是因为讲咱会跟时代咧行，咱的想法，咱的。咱的任何的文化种种，咱对时代，但是咱的道德一定爱守。对。所以我的教囝是，我牺牲我家己。所以我一世人几乎拢咧陪囝。陪翁陪囝。我的字内底，我的字典内底，干那有两字叫做陪伴。包括我的囡仔。长期久咧求学当中，你爱知影，阮的囝吼真特别。我
感觉伊这是本质。读册足敖的，读册平顶，阮这个较敖读册，啊，细汉较无较敖读。嗯。但是阮囝吼，阮两个囝有一个吼。嗯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是无。嗯。讲好嘛好，无好嘛，爱打抱不平啊。嗯，啊，都正义感。啊，所以吼，真个人缘啊。啊，都感觉讲，只是一个，一个。我譬如讲，互你听。我讲，双位成长，两件较大件的代志。嗯。我那个哥哥，伊捌甲我责备过。有一摆，伊在读国校，我印象足深，五年的。嗯。啊，伊当阵啊，屈臣氏拄啊开吼，屈臣氏咱知吼。嗯。啊，伊就甲因同学伫阮巷仔口迄屈臣氏，哦，啊，两个正欢喜去坐。嗯。啊，坐尾出来是滚咯。坐到这个大门出来，因朋友都摕一罐一盒迄个较早讲金沙巧克力多仔，摕一盒予伊，啊伊嘛一盒，啊伊雄雄愣住，伊讲啊你倒来，伊讲你拿就对了啦。嗯，阮上尾忽然间愣住，伊都无看伊去介绍。嗯，啊哪里来？伊讲你哪里来的？伊讲你拿就是，阮上尾甲讲你拿回去。嗯。伊佫无爱，伊讲你拿回去，不然我要跟小姐讲。嗯。啊，因同学。伊就甲摕倒转去，摕倒转去，双伟真生气，就转来厝。伊甲这个话原原本本来讲给我听。双伟讲妈妈，你感觉？我敢爱甲伊妈妈讲。我想真久，我讲双伟是安尼。如果那是我，我希望别人来甲我讲我的囝安尼，互我知影讲我囝有这个坏习惯，我好来甲教，吼好来甲教教导，啊好来甲转变安尼。后来，阮两个参详真久哦。后来，阮双伟，我讲双伟，你这个电话唔好透过我，因为安尼可能妈妈会无面子。对。你家己去卡，伊就听我的话，卡电去引导。嗯。伊妈妈接到了后呢。嗯。哦，伊讲稍等下吼，伊就电话挂掉。嗯。过差不多无外分钟，佫卡来，伊就跳开嘴，甲阮双伟骂甲真歹听。嗯。伊讲阮双伟讲白贼，因囝吼，唔是安尼，阮囝讲迄是你做的。诶，唔是阮囝做诶，你误了阮囝。嗯。哦，啊，双伟就电话挂断，哭甲伊讲，妈妈拢是你害我诶啦。嗯。安怎？啊，我嘛真生气。嗯。我非常非常诶生气，了我搁卡倒断。嗯。我永远会记伊姓罗。嗯。罗。嗯。我讲罗太太，我甲你讲。嗯。今仔日你有想到迄个罗吉星？今仔日若是阮囝做，伊何必搁卡电话来讲要创啥？嘿。即个歹代志是愈少人知愈好嘛，吼。系啊。伊都无承认。我讲今仔日，其实我本来想要敲这通电话，但是我为着顾着你做老母的面子，我要互双伟当作我唔知，互双伟来敲。我要甲你进退这个代志，我搁都想到你的立场。你甲囡仔讲话，你唔通安尼讲。哦，双伟哭到安尼足伤心。暗时啊，差不多八点外，因爸爸敲来啊。敲来啊，就敲电话讲伊要找双伟。我是讲你是老师，伊讲唔是，我就互双伟听。因迄个爸爸较无成囝，伊就一五一十就查出来，因囝承认讲是双，是因囝家己偷睇，唔是双伟。甲双伟核实咧，阿妈甲我核实咧。从迄开始，我就甲双伟讲，善一定有善报。对，因为这就叫你指责他的孩子，他一定是不服气嘛。对，对。类似这款的代志，在伊生命中不管是都在发生。是啊，是啊。搁有一摆就是同款，迄个年纪，啊，阮厝边头尾有一个囡仔，伊是原住民。啊，原住民伊的爸爸甲伊妈妈吼离婚。啊，姐姐是带妈妈，啊，爸爸诶，这个囡仔细汉囡仔是带因老爸，因老爸即个就是开客轮车。啊，这个囡仔甲伊同班的，伊就甲伊真好原住民，相对真爱，真热心。啊，我看伊讲。妈妈她都没地方去，啊下课我都买好学费走，我都来给宿别的问到。厝边头尾讲，你唔好让恁囝甲这个人斗阵咯，甲这个囡仔斗阵，恁双位叫拖歹，这个囡仔外歹拄外歹，啊我都不以为然啦，我都负责给炸便当。我给炸便当，啊我给迄落，啊尾这个囡仔叫我干妈。啊尾手啊炸干吼，老师敲电话给我，詹妈妈，你敢会当卖甲炸便？炸便当，为什么？伊讲，阮家上吼，啊，歹势当面讲出来。伊讲，你即马吼，甲炸便当，因爸爸拢有好钱，爱食你的便当，只做台下乌白开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我就甲问转来，我甲问，我讲你是要炸便当，还是甲爸爸提钱？伊讲伊要炸便当。我当
到迄暗时，我敲电话，爸爸讲，阮爸爸麻烦你吼，卖互阮家上钱，我甲炸便当啊。有一摆，上尾吼无甲伊行到当，奇怪，安尼一人一前一后，上尾靠家呢，甲我讲妈妈。出事了啦！我讲啊，什么代志哟？阮家祥吼，讲勒索啦！我讲啊，讲勒索，安怎你甲妈妈？几岁囡仔？你甲看，迄当初啊，五年啊，讲勒索3000块啊！我心肝足艰苦。你爱知影，我迄当初啊，都无甲当作讲伊是别人的囡仔。我煞惊，我煞嚎啕大哭啦！我是讲，啊，我安尼甲伊卡一年啊，阿因奈安尼。嘿，对我遐尔啊尊重，啊，爸妈妈前妈妈后，啊，若做这落代小家安尼敬咧，我叫阮囝讲，你去哩，我第一只等，我到头头等，伊就转来，伊嘛无讲直接转恁家哦，伊竟然来我家，我甲问，我讲骗讲老师敲电话来，啊，你讲勒索偌济，拢无讲，你甲妈妈讲，伊讲3000，甲上尾讲讲嘛，我讲你甲钱摕倒转去，这钱你若共用，我甲你讲。你一世人，你良心都袂去过。后来，我讲你有欠啥物钱，你甲妈妈讲。经过这代志了，啊，又提转去害迄个人。有，啊，老师嘛，拢会敲电话感谢啦。吼，诶，然后手吼，我上感觉庆幸，就是有一摆，阮双位都要读大学。啊，阮就去用阮的经济，毋是讲去当作啊，嘛是讲爸爸做生意钱嘛，毋是讲钱迄落啊。一方面也是要给囡仔压力，啊去助学贷款。拄啊吼，迄路撞到这个囡仔，哎，看到我伊笑笑，见啊，我讲，我看到伊，我嘛真欢喜，我叫妈妈，伊煞叫袂出。你敢知这个囡仔即摆创啥？伊吼考到厨师的执照，人家做厨师。哇，你查我感动一下，安当场目屎流出来。你哦，你的家己的行动感动过。我是感觉吼，咱举手之劳的善，即摆人真值得讲啊。有会讲诶，咱都爱行善，都爱感恩。实际上，这是挂在嘴巴。对。我发现着行善，行善讲甲做无同款。真侪人要安尼行动，参像我安尼的人无几个。阮家曾经八囝八个囡仔。哦，哈哈哈！北京的八个囡仔在阮家，啊，我吼，拢甲因劝到，互因洗身躯，食饭食饱，才一个安尼，甲因带转去安尼。迄拢义务的就对啦。无啦，迄拢义务的啦，迄就厝边头尾的囡仔啦，真个连袂要去倒。就是讲吼，我正要讲就是讲，是，其实教育吼没有那么困难。对。你爱做囡仔看。对。啊，你莫感觉讲骂囡仔讲哦，骂到安尼吼，啊，囡仔啥你拢唔知，我讲正实的啦。对，你莫讲你唔知，你拢知。你的囡仔什么习性？你说你不知道，我是觉得你是在骗自己。对，那不。有的人就是讲爱压一支车啊，啊，嘴细细念安尼，但是教囡仔其实唔是安尼教。教囡仔爱参像你安尼用这个身教甲言教来给伊，互伊感动，互伊知影。咱都爱吼，做好囡仔看啦。啊，当然吼，我讲正经的吼。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说，我这个做老母的人，我这样教囡仔是对啊，对啊，歹势，为什么我要讲？完全对的啊！为什么我要讲一句话？啊，真歹势，我若讲到这吼，我自己就感慨吼，情感就很脆弱了。那你现在艰苦？我的囝两个囝在求学的路，行得拢足无顺的。求职的路也走得非常不顺利。他们曾经问我妈妈，你两个讲善有善报。无啊，善报不一定是眼前的，有时啊是较远的啊。没有，我最主要就是讲，阮的囝吼，阮祥威吼，去职场上，他的能力，他英文都很好，好英文嘛，真好啥呢？啊，所以吼，伊的咱卖讲能力啦，人就排挤他。甚至就是说，他不争，祥威是不争，他不想争。伊拢连尾啊，有一天，迄主管就因为伊也要讲英语，啊，拢甲头家咧视讯英文，美国吼，啊咧视讯，咧讲话。落尾手啊，因为这两个是伊就是创诶公司的元老。啊，头家咧美国，伊嘛歹势讲，但两个是集中袂使为着阮祥威嘛。对啊。从三个月的试用期延到四个月，四个月又延到五个月，一直延。头家意思是要老祥威，因为祥威有能力，而且讲，这两个除了嫉妒也是嫉妒，因为伊了讲英语，
有一天忽然间想要买一个物件回来，所以办公伊讲妈妈，老板叫我走路啦。我讲哪有可能？结果一个讲完了尔，因的制作部、制造部的经理随敲电话来啊，想要你先来我家。原来是安那，他们那两个主管，无经过头家意思该开除的。头家真生气，但是无讲话，叫迄个制造部的经理先甲常伟老的也制作部，等后伊回来，伊要处理这代志，伊要爱这个囡仔。嘿嘿，常伟总是拄到这安尼款的、安尼款的情形。啊，伊讲妈妈，我若老的，我会予头家为难。伊讲创立一间公司无简单，伊阁甲我偷偷留下吼，迄两个主管也知影，会甲避开伊啦。伊阁害伊啊，伊阁害伊啊。伊讲妈妈，我讲我讲我的囡仔，每一步头家其实甲伊较六个月感情。对。伊去呢，当用伊迄个宽阔的心，唔敢头家要创办一个公司无简单，咱袂使因为咱个人，咱互头家。你看常伟安尼，足成熟的吼，啊，搁迄落。心胸嘛，足开阔。我来讲哦，上帝吼，无要互伊伫遮底啊做到真顺安怎吼，就是讲要老来要即马要来用这个行动，当要做阿扁总统的助手。欸、真是安尼，上天、上天安排。啊，我感情足脆弱，我看你安尼，我就强要哭出来。其实我欢迎这两个囡仔，第一教育这两个囡仔当中，讲实在，我流真侪目屎。我流目屎，唔是因为。我拢常常讲讲吼，伊讲人讲啊，你囡仔都爱放，我放手对，我非常放手，但是囡仔愈乖，我们就会越舍不得。我的囡仔吼，大家拢欣赏我，其实每一个人拢，我拢常常讲讲，你要得到什么，你都要付出什么。我的理念，我生命中的理念就是陪伴。不时不刻，我伫咧陪伴我的囝，倾听。所以我两个囝若离门，伊心情好唔好，伊发生啥物代志，我一日把我都听。你拢会听伊诉苦的心。一日面对面，我就知影你心情好，也是歹，也是啥物安尼。所以注意到伊面部的迄个线条安尼。啊，所以讲你刚咧讲，因为你讲你无伫台顶讲这段恁的亲子的互动啊，你的家庭的迄个互动，无讲这段嘛。结果你刚伫个台顶在讲安尼哦，哦，大家嘛对你安尼，我看迄落我伫遐咧翕的时候，我看足侪人在背在流目屎啦吼，就是讲你安尼忽然间讲这个，听到常伟讲吼，伫个遐拢无联络安尼，啊，你的迄个感受安尼啊，哦，我安尼，你敢不知我偌艰苦？我嘛是，当时吼是因为吼，别人经过这已经。这个画面已经传咧全世界去了。是啊，啊，目前我是听有，因为伊去有一年去发拍，去发拍，伊拄到一个日本人，伊来去参加，伊看到啥物一个目都认出来啊，讲因日本有发行一本书，诶，啥物自由的民主啊，啥物，我印象中封面就是英文上位。哦，啊，我迄当阵嘛袂记得讲啊，该老夫子拜托伊寄一本互阮。是啊，是啊。吼，啊，迄个情形下。讲正经啦，国家民主吼，咱来惊，因为咱的司法无公平。咱即马是半吊子民主啦。其实哦，咱的司法非常的不公平。对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嘛烦恼讲，囡仔无代无钱来发生啥物代志，对不对？太阳花时阵，迄个专门翻译的迄个少年家，迄个同学，毋是伫个九湾十八弯遐去互人。创掉，啊！伊爸母较好是讲，阮家的人从来唔捌行迄条路去到遐，啊！我的囝就好好伫个厝内看册，哪有可能会死伫个遐？所以讲哦，这啊，搁真侪太阳花的了后，真侪囡仔发生代志拢无报出来。系啊，所以你讲，咱讲台湾遐尔啊侪年啊，然后，进步还搁对袂到先进国家啦。嘿，也搁，咱也要行路，也搁较远嘞啦。所以咱家境嘛是会烦恼啦，啊，囡仔甲咱讲东西，甲咱讲，传咧全世界画面，互咱真惊吓，而且是透过别人来甲咱讲，尤其是咧中共迄边，啊，咱当然真烦恼这代志。啊，敲电话甲讲，嘛无接啊，啊，第三天伊才甲你接，这三天咱讲这度日如年，水火内底啊，水也火安尼。爸爸有真好，爸爸叫我，你拄到代志，你免紧张，爸爸嘛。
因为爸爸嘛是阮背后，说实在话啦，阮、我鼓励因啦，但是爸爸上大的，伊、是最大的靠山。阿伯恩爱啊，我爸爸咧这个大靠山哦、说实在，我们也是、爸爸就讲你唔好紧张，阿姨嘛真好，紧带我去。那我们也其实可能伊比你较紧张，可能是啦，因为阮就咧四面八方嘛无法度入去啦。你搁较徛徛，爸爸讲无咱先转来。单小时，因为你也无法多入去，你点？对啊，哎，阮遮的迄个叫老社运的，都弄袂入去啊。搁恁迄个家长，无可能会入去。嘿啊，哎，当时那吼，那才拄好，迄几工拢拄啊飘着细雨，那种心情。对对对。我在想说，应该是当事者才会能够体会。对。那种心情。五味杂陈。哎，走在那种焦虑啦，啊，可好像像讲，咱根本失去迄个囡仔安尼啦。百感交集，啊嘛，才转去。第二天早起，就搁足早，就搁赶去，也袂顾困，你根本看袂。啊，即嘛搁细细，爸爸讲，伊嘛足好工课，也袂顾做。我想要当时去，伊就陪我去。行到第三天，啊，就无法度，囡仔，我敲电话才甲我接。啊，伊当然伊的理由讲，我电话拢无电啊，迄是理由啦吼。啊，我就甲讲，你若无转来，我就要死互你看啦吼。啊，相位真正真友好，伊也转来，无偌久伊就转来啦。啊，即、个转来中间，其实伊进前就甲我写一个批，写来，迄当阵有来啊，写来好啊。啊，其实迄当阵我都已经落卵啊。伊就咧讲妈妈，当时陈彦霖来时阵，我真艰苦，我外过头，我目屎一直流。是因为少年的拢无出来，干那流血啊。对啊。即摆我等较济年，少年的拢出来，这个是咱的希望。对。我心内我拢想讲。那会遐捌代志啊，尤其国家大事啊，竟然遐知影。我讲你敢有迄个能力头担起台湾的责任无？对无？伊讲妈妈，咱你定来甲我讲，咱人唔免讲着爱外交，嘛免爱出名。咱搭这个土地，咱会当留予这个土地啥物物件，会当留偌济，咱尽量做。成功不必在我。对啦对啦，尽一份心力。爸爸，你定来教我教，啊，你那定来拄到代志，你说我讲上话，你是我的心头吧？我广东人安尼讲啦吼。你讲做是大人的，要做甲讲奉献囝，家己去前线打仗的吼，我跟你讲，我足伟大啦。嘿啦，迄无，即马现代化无啊啦，即马唔捌，咱即马外久拢无战争啊，即马足久无战争啊。啊！但是爸爸嘛，足好，迄当阵拢每个月通上班，逐工都陪我去啊。逐工拢陪我去，我逐工都酒到，甲咱上下班都对啦。逐工酒啦，酒到讲一工三加半暝吼，迄工敢若是三二四啦，三月二四号。因哥哥就敲电话吼，因弟弟咧外场，讲弟弟你较紧的吼，咱兜有偌济安全帽，啊，你着拢。啊，就遮尔啊济安怎讲？两点外，安尼乒乒乓乓，我讲啊，到底啥物代志啦？你敢知吼？我深深体会，人讲较早搬去店啊，人咧讲软脚，我拢也不爱信讲啥物软脚。啊，啊，都忽然间拢无力哩，啊，脚头骨拢唔听话啊。真正软脚。惊到软脚去。我甲阮囝，伊讲要创啥？伊讲妈妈，你放心，阮细汉叫妈妈，你放心，哥哥叫摕安全帽吼，是要去保护每一个人的头壳。吼，大家等偌济都偌济，啊！伫电视安尼就直直看，啊，就真紧张，敲电甲阮大个讲，啊，大我儿子，啊，你讲我要转来，咱转来一下吼，妈妈即马是真危急的时间，我哪会使转去啦？妈妈你放心，我也要保护家己啦。伊讲我会保护我家己，伊讲我会保护我家己。你叫弟弟转去，弟弟伫外口，我讲。你莫管，你转来。伊讲，我讲你转来，弟弟。伊讲妈妈，我袂使安尼，我即马转来。坚持我会回来，我讲，伊甲我最后甲我讲，妈妈，我会保护我家己。啊，我本来要挂电的，啊，我伊结果我甲我讲一句，妈妈，其实人生在世吼，拢嘛会死。啊，死死了爱有价值。如果若安尼发生啥物代志，上起码我主动着即落代志啊。哦，你知影吼？我断电话。这么有力的一句话，我断电话，我就放声哭啊！啊，因爸爸讲，其实即卖面子无啥物遐严重，恁恁也想法真严重。你会知，迄一个月当中做老母的迄个心，是啊是啊，后手来，伊就先去把后来退啊，啊退了，伊就想讲要寻找伊家己的另外一条路安尼。啊，我拢甲支持鼓励啦，讲真经。啊，伊伫个伊去，伊有缘，伊就去立法院。迄当阵啊，咱就全面执政啊嘛。对。啊，省委吼。啊，当然啦，咱安尼讲，家己去啊，敢若歹势啦。啊，其实我是讲。
阮上尾我嘛毋知伊才有法度呢。嗯。哦，大家看到伊文章拢直直讲，哇，恁囝仔遐厉害啦！世界观啦，啥物拢。嘿。嘿，我讲嘿，啊，敢有影？我嘛无啥。影响出少年。啊，又真侪政策。嗯。啊，拢一想到伊就予人笑。嗯。我讲我上尾啊，这拢家己的政策，你家己的法案。嗯。伊讲妈妈。只要有人杀，想杀拢不要紧，成功就好，唔免一定我。伊愈讲我愈好感动，我讲好，安尼我甲你讲吼，你莫行这条路，我就坚持无要让行政治。嗯。伊有头壳，但是伊不争，我跟你讲，你不争，你就是会被裁。这是咱社会的，迄落、我讲无伊毕业，伊才过去读无同款的国际战略。哦。吼、哦，哎、啊、呀，又伊第一名毕业。研究所第一名毕业，而且佫考着博士嘛，用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去。老师真对，真疼惜。是啊，啊，因为遮尼优秀啊。其实我感觉是安尼啦吼，有如一个不变的道理啦吼，就是讲咱人万物改变，但是咱人的道德袂使变。对。我拢甲讲，你本行甚物路？你今仔日甲我读博士，真济人讲啊，读博士佫去做小工，是安怎袂使做小工？对啊。做博士好。博士是伊的理想，啊，伊敢要充实家己，但是工作是工作，那有啥物要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任何家具啥物嘛是爱工，啊，你任何事拢工商嘛。你若无人种田，你要倒啊有米通啊食？我讲不要紧。人若无种菜，你要倒啊有菜通啊食？我第一只我是要，我顺便也是讲啦吼，咱做爸母的人吼，毋是讲用物质。用金钱去满足，其实你唔好摕咱的囝甲人比。我从来我唔捌摕我的囝甲人比。啊，真侪人话讲，啊，囡仔敢若唔知咧创啥，歹势讲，啊，出头无济。我讲恁这个观念拢错误啦。囡仔生出来就是咱的骄傲。对啊，对啊。有人生袂出来。伊要对咱出世来，迄就是一种的迄落缘分嘛，嘿。啊，所以讲伊尾仔伊投入这个行动党。啊！你无甲伊反对呢？你袂讲哦，我着要死哦！你看安怎？是安尼啦吼。其实咱这叫做家庭的感染啦，吼感染。我自较早就少年，我对这阿扁总统吼，我看这个人吼，这个头壳吼，我讲伊的头壳超我十粒头壳啦。对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迄个发言的迄个表现哦，我来讲啊，台湾第一啦。我到即马为止吼，我讲正经，我可能吼，即方面我比阮先生较激烈啦吼。为什么我较激烈？你知？我即个人自教囡仔，我就是安尼。是非黑白，我看得非常重。嘿，该分较清清啊。嘿，阮若唔对，阮全家去共核实的安尼90度，我都做得出来。唔对，就是唔对嘛。系啊系啊。那么我今天我感觉真愤慨，就是讲。好，咱今日讲，我定来共讲，你唔好甲我辩解。我的理念就是讲，今仔阿扁总统若真正有贪污，你甲判刑坐遐，甲我无关系。不是我去坐，伊也不是阮兜啥物人。我今仔日我感觉愤慨，就是讲，你若有罪，以国民党的手段，无罪就要引人入室。把你抹到有罪啊！那有可能讲你有罪，你搁甲用一个实质影响力，你搁甲讲一个什么换法官？啊！你搁叫一个来做伪证，这拢是真正足无公平、足黑暗的代志。伊若这件代志若真嘞，伊就唔免车跋病，就检察官走去甲日本叫人转来，讲要共减刑咯。啊，伊就唔免安尼遐大迄落。啊！这检察官伫咧下伫咧甲遐迄古重量伫咧遐咧密谈，咧大家翕袂着，证据嘛拢甲翕着。对啊。证据遐尔充分。迄根本伊逐项拢。拢违反这个遐个司法人员，大家拢违反着迄落定时正义啊！结果因拢升官，只要有从阿扁啊入罪的人遐个，拢升官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讲咱有时啊，着看袂着，讲一个台湾囝，啊，伊三级兵吼，会当家己用家己的力量，当然嘛是足侪人家斗劲啦吼，会当拼开了，伊若毋是迄个人才。经嘛经无落来啦，啊做甲总统安尼，啊搁八年做甲遮尼啊有成就个总统，恁安尼讲糟蹋甲安尼，你就是要糟蹋台湾人。我甲你讲吼，我是安尼感觉啦吼，真侪人嘛国民党啦吼，啊嘛甲安尼吼，我甲你讲我拢袂嘛，伊就是咱的敌对嘛。对，咱的敌人啊，就骂伊。伊咱敌对，伊陷害你，足正常啦。系啊。吼，但是我今仔日我比较愤慨，就是咱台湾人。对。
因为你拢定讲媒体甲咱灌输，那么我嘛是并未看遐个媒体，为什么我袂好灌输？我袂洗脑，因为你袂使跟着人家。我有一点啊感觉，咱的政治已经吼，被人家操作到、操弄到那种造神的那种事，造神洗脑，洗脑造神。咱民主的期间咧行，就是讲，较早咱的选举拢讲选贤与能，吼，咱今仔日选的就是除了伊有能力，伊是有才能的人，但是伊爱有道德，对，伊有道德，伊就会替咱百姓想伊的代志，要替百姓做啥物，啊，变也真符合着。安尼，咱小说要，啊，变作拢从遐老农的代志当作伊家己的时代。伊讲若边看到老农，啊，伊就想着讲，因爸爸较早是人的佃农，啊，佮人的长工安尼，吼，伊的爸母安尼，吼，嘛是。伊讲早啊，佮用佮有伊，佮有讲，伊讲迄个死猪仔肉嘛在食，啊，都无通啊食，就死猪仔肉嘛在食。所以讲啊，变作拢会永远拢袂讲吼，啊，我今仔日出脱啦，我做总统，我足臭样的，啊，我拢看恁遮善食人无去伊买呢。你看，颠倒个，一直想着讲过去安尼，伊要来改善咱这个正当善食的遮的人。啊，所以讲伊这边想要投入这个行动党，你嘛？你我是真支持是安怎？因为其实是安尼吼。总统是讲，伊甲我讲者，因为贵属我唔捌伊啦，吼，我是敢若捌总统这个人。是啊。我就支持啊，拢定啦，不管是到。当然啦，伊即卖咧受难，我们多给他一些温暖，对他而言是一个好事。哦，啊，比总统若无落难，咱遮人要遐紧看到伊，迄都无可能。嘿，但是我就是因为我即人，我定来教我的囝吼，我讲吼，我们要做那种雪中送炭。对，所以我拢时不时，阮先生拢足支持。啊，我时常我若想到伊，我就要去看伊。阮先生就甲我载去，啊去看伊。啊，伊就拄好去讲到三一八啦。伊讲伊听真侪人讲，其实三一八的主真正主角，敢若不是食安尼就对。啊，后来我有小甲讲者，后手我就带湘伟去。伊听湘伟讲了，伊就足，因为伊就是感觉讲，伊要找这个真正正食的人。对。啊，伊就咧讲，啊，我甲湘伟讲，湘伟一声就甲讲，贵意思，若要主动，我会使斗帮忙啦。啊，有加入着总统你的理念，阮会完成。但是我是做幕僚较好。啊，总统是讲你一世人拢要做幕僚，啊，你都要对着对的头家，伊要做代志。你的头家你无要做代志，你有理念嘛无法多当发挥。那阮回来就参详啦。我讲你若想要做代志吼。你会当在总统，虽然总统即嘛是失去自由，嘿，伊无通自由伫咧言论创啥，但是你伫身躯边上起码你学会做人。对，妈妈是一个查某人，我甲你教，甲恁教的无啥共款。对，啊，你都行出去。你好，伊二十岁了后，都爱伊家己去吸收啊啦，嘿。啊，所以伊若。甲阿扁总统挖金，嘛会去予阿扁总统的人格啊。因为吼，有迄个心，但是伊无方法。对。你可能囡仔吼，伊就敢冲，吼。对。啊，但是伊勇敢有理念啊。那算讲伫咧总统边啊，会当讲学习着总统一寡做人，会说讲话、讲话啦，做代志啦，创啥物吼。我相信应该有帮助，不管你以后成就安那，对阮来讲并无遐尼那重要。对。那么，阮希望讲。我甲讲，会当讲郭医师成立这个一边，一边一国的行动党，这个理念种种方面拢真好。啊，加上阿扁总统一直提倡，从较早伊毋是即马才讲，对啊，较早拢拒绝啦。伊嘛是拢一直讲一边一国，一边一国，本来就是一边一国，即遐尔简单。比如讲，恁这个人既得利益者，恁必谈一边一国。那么我只是要第一只请问恁，你无承认一边一国，啊，你现在要做台湾的总统？这若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，哪有总统啦？这这简单的道理，咱有选举呢，是不是？咱有五院呢，啊，啥咱不是正常的国家？为什么恁在拼？我都感觉这个逻辑吼。起来了，要做啥拢爱惊中国那边的习大大无欢喜啊！因为你怕你的利益，人无摆面色哦，你看你家己先去看伊的面色啊！因为你今日的利益去用剥夺，你坐上位了，你享受这样的权利啊！你已经因。就是跌到这样的那种污浊里面，你看不出来。对。所以我是
后来我甲支持啦，阿伯啊，伊有甲总统答应讲无好啦，伊专程落来参加这個。啊，伊即马算专职来用，毋是讲迄落帮哎，迄落。一边一国的行动党的决策啊，最主要是讲希望会当会受到迄个党的家己提名。吼，会当吼，入去立法院内底做代志，吼，立法院做代志了啦，想讲会当透过咱的力量吼，当总统来平反也愿意安尼，对对对对，我的愿望是安尼啦，是啊，当然我都爱正甲支持，系啊，对，那都要赶快啦，我讲哦，那祥威出来，我半暝也着起来家己支持啊，当然嘛是都爱，当然是大人啊。咱要选一个优秀的、有台湾心的人，共同为台湾这片土地来共同来打拼，安尼。啊，因为即摆感情也无战争啦，你讲要压枪，你是要拍仗啦？啊，当然民主时代，咱虽然半吊子民主，不过这嘛咱争取到遮安尼，但是还未完成。啊，咱嘛爱着争取来，咱来加减哪用啊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啊，今我足感谢你讲安尼。哦，我让你感动到，你敢知影？咱台湾第一的这个台湾母亲呐，哦，你哦，你足牛的，会当生出两个台湾囝，啊，我着足阿扎足低落的。哦，无啦，无啦，我嘛不爱你囝仔，你这种物件，伊着天生啊，你若主动，敢那嘛无意思啦。啊，伊做对的代志吼，大纲还是不忘啦吼。啊，当然咱会当家支持，互伊莫有后顾之忧啦。咱做妈妈的责任是安尼啦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其实我感觉吼，上伟大就是阮家迄个条啊啦，阮的爸爸啦，阮的爸爸吼，实在是咱早人会当哭会当叫啦。啊，当然。同阮经过这惊吓的日子，啊，相信爸爸嘛是真惊吓啦。是啊，是啊。只是讲伊袂当哭安尼啦，尔啦。对啊。啊，永远拢做因的靠山啦。系啊系啊。正经，伊真正足支持阮的囝，讲正经啦吼。咱讲。啊，台湾互你做靠山，啊你啊这个靠落了啊，啊，互大家台湾人来靠你啊。我上尾吼做家行街头啦，做任何代志是爸爸掏腰包安尼。对啦吼，啊，咱啊，你还阁要补充的无？我讲到这。好安尼吼，啊，咱来看一个经典名片啦。这若无看到，就无彩哩吼。我感觉讲一天看二四遍嘛应嘛迄落嘛欢喜安尼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这个经典名片。动了气，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，不过现场继续鼓噪。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，对阿扁总统的人权。跟他在司法上、程序上的权益，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。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，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地挑起这个责任。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，蔡英文一边向停扁群力敌声叫嚣声，让蔡英文动了气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。才能够救台湾。